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身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探索一些前沿的知识、科技成果，汇集大家，带给更多的人。他就认准了我们做的事情，他对国家有利，就一直坚定地带领着我们走下去。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这也是所有北斗人的北斗梦。这里是江铜德兴铜矿四周选矿场，技师陈梦怡正在聚精会神地搜索着某样东西。我就是一个奋力奔跑的灰姑娘，但是不是找水晶鞋，而是找泡沫。这是陈梦怡经常开玩笑说的话。在选矿场，陈梦怡的工作就是选矿，把有用的金属从矿石里高效提取出来，技术工艺非常复杂。矿场采用的泡沫浮选技术，就是在磨碎后的矿浆中加入特制的药剂，使有用的矿物粘附在气泡上，达到分选的目的。陈梦怡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上十多米高的浮选机，观察泡沫的状态和光泽度。泡沫的光泽度越亮的话，证明它上面所含的那个有用矿物越多，那它的品位就比较高。再就是我们可以盯着一个泡沫看看它那个破裂的时间，如果说它破裂的时间比较短的话，证明它上面有用金属就比较多。浮选现场钢架林立，陈梦怡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对十台浮选机巡视一次，对矿浆进行测试观察。灰黑的矿浆颗粒大小要靠手去感受，肉眼无法看到，戴手套手感会降低，因此陈梦怡必须裸手去触摸。虽然说现在我们也有仪器来辅助，但是现场给人的感觉会更直观一点。我们直接用手去触摸这个泡沫，一个来说就是效率更高一点，还有就是说自己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因为矿浆中的化学药剂有轻微的腐蚀性，要用特定的带有化油成分的洗手液，长年累月他的手也逐渐粗糙起来。当场可能是洗不干净的，可能会要过个两三天它才会退掉，然后还会有黑黑的在这个指甲里头，时间久的话有可能会蜕皮啊，然后手裂啊。201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梦怡选择回到家乡参加矿山建设。选矿工作又脏又累，化学原料对皮肤也具有腐蚀性。虽然陈梦怡也爱美，但她心里清楚，自己追求的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光鲜。每天看着不断翻涌的矿浆，她决心要将这门技艺学通摸透。因为我们是露天选矿，太阳对泡沫呈现的金属的光泽度会有所影响，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情况就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在不是上班的时候也会来看一看啊。这台大家伙是世界上最大的超大型浮选机，在陈梦怡的操作下，铜回收率比系统同期高出1.06%。虽然陈梦怡成为了行业能手，但她也十分清楚，信息与智能化技术是行业发展的关键，也会对传统的工作方式带来新的挑战。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击。通过持续的摸索学习，他带领团队借助新兴技术，不断找到选矿技术的新窍门，成为基层一线青年技术创新的带头人。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说道：“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身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与陈梦怡从传统领域里突围不同，
00后博士生陈天润，从创业开始就站在了新兴科技的风口浪尖上。他瞄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痛点，构思出了一件件创新产品。他还和团队成员突破传统技术路线，研发出一款普通人就能轻松使用的3维打印机。在他看来，新技术只有应用于人民的生活中，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在杭州的一家首饰设计工作室里，设计师正利用这台只有18厘米见方的小机器，制作最新设计的首饰样品。是它很快，40分钟，最多复杂的话1个小时，去输入我们的数据，我们立刻就可以去做一个模具的打样。那他们只需要拍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替他生成一个完整的3维模型。像打印，我现在手上这样一个东西啊，一些细节都能栩栩如生的呈现。2000年出生的陈天润，从小就是个科技迷，高中的时候就自学了编程和绘图，做了不少小发明。2018年，陈天润考进了浙江大学电子科学技术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舍友，他们瞄准日常需求，解决了不少身边的痛点。临近考试，同学们需要打印大量资料，打印店常常人满为患，他们就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打印机。校园上课时间紧，他们就研发出一款可实现半自动驾驶的平衡车。作为一个工科男本身的理想，或者说我们想做点好东西，能够让更多人拿到我的产品并且能够用起来，我想这一定是件很酷的事情。陈天润的创意从未停止过，他发现近些年来3维打印一直是一项热门科技，给医疗、工业等领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价格高、体积大、操作复杂，能不能让3维打印也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玩偶的腿断了，自己就能设计打印出一条新腿，纽扣、区别针、钥匙等一些小零碎，在家就能现场制作，甚至用3维打印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创意。陈天润对这个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我们设计的初衷，它是一个智能傻瓜机，那它作为一个创意工具，去创造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东西的形状，并且门槛相对较低，大家也都能买得起，用得上。然而3维打印技术里的很多知识远远超出了陈天润所学的电子科学技术，他和舍友就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很多跨专业的知识，不懂的知识就自学，没有相关的实验场地，他们就把寝室改成了实验室。所以我们就把那张空的床当作我们工作台，然后我们就把工作全部转移到那个上面，在那个上面完成我们最开始原型机的搭建。我们去网上找了很多，可能一共做了80-90个零件，然后把它们想办法拼起来，有些地方拼不起来的，我们还是用一些胶水啊之类的给它粘起来的。对，因为我当时还去学了一些我领域可能没有那么大关系的，像机械里面的传动理论，也看到了一些相应的配套的课程，然后我自己在研究这里面的奥妙。和传统的3维打印不同，陈天润和他的团队开发出了3维模型处理算法，并将智能算法加入打印机里，实现了普通人都能运用的操作方式。他们还抛弃电脑，改用手机作为3维打印机的交互设备，最大限度地将打印设备去繁为简。但是我们其实把所有的那些复杂的过程都用机器的智能替代掉了，我们的算法能够让消费者只需要一张图片或者是一个手画的画就能够输入到这个机器里面，机器直接能把最后的成品呈现给他。就是因为我们的操作足够简单，门槛足够低，所以就普通人甚至小孩子都能够去玩它，去做出他想要的东西。如今陈天润团队已经拥有2件发明专利和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他们所设计的产品在全国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屡获金奖。2021年，
陈天润领衔的新型三维打印技术项目正式签约落地德清县的湖州莫干山高新区。那么他们呢是比较看重于这个项目的成长潜力的，那么300万的启动资金，场地租金呢也是5年进行免费的，包括租房补贴、购房补贴全部都可以配套上去。那么这些呢也可以输送一些一线的一些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开展这个相当于金融的资本对接会，包括去找一些相关的风投融资呢也基本到位了。有了更多的支持，陈天润从创业初期一间30平方米的小办公室发展成如今配备专业化团队、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车间。如今陈天润一边创业一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希望用自己新学到的知识去打破国外对三维打印喷头技术的垄断。那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了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也应该勇敢地去探索一些前沿的知识、前沿的一些科技成果，并且能够惠及大家，带给更多的人。随着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都在有新技术问世。如何将这些新技术与实际需求相结合，如何让技术服务于更多的人，是今天的年轻奋斗者们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我们空间段的整个的入网测试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就是 MCC。 这位正在和同事梳理工作进度的是卢洪阳，他所在的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北斗国际化团队双喜临门。北斗的短报文通信服务通过了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正式加入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北斗的国际搜救服务也加入了全球中轨道卫星搜救系统。北斗的短报通信功能、国际搜救功能作为全球的公共服务产品，标志着我们国家呢已经成为了国际搜救卫星组织的空间设备提供国。37岁的卢洪阳入职10多年来，一直参与北斗系统应用研究工作。2018年，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建设，北斗国际化团队成立，主要负责我国北斗国际搜救系统以及北斗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的论证、建设与国际化等任务。卢洪阳成为团队的负责人。当年9月，我国首批搭载国际搜救载荷的北斗卫星发射成功，刚成立不久的团队就接到了负责载荷测试的任务。国际搜救因为是我们国家首次搭了这个载荷，当时我们的测试环境也没有，条件非常艰苦，改造的就是10几年前遗留下来的这个测试天线，加上我们自己搭的发射天线，完成这个新地的联调测试。每天都有人来问说咱们国际搜救的载荷情况怎么样啦，可不可以用啦，状态是不是正常，能不能开机，所以当时压力是非常大。虽然在卫星载荷上天之前，团队在地面已经完成了整个模拟测试，但地面上运用的是有线通信系统，卫星则是在20000多公里的高空，是无线通信环境，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测试难度极大。卢洪阳和团队不分昼夜轮流值守在卫星地面站，不放弃任何一次测试机会。在确认就是搜救载荷功能正常的时候，同志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尤其是当时我其实感触特别心酸，就是每次完成测试之后，基本上同志们上车倒头就睡着了。北斗搜救系统的国际化应用需要开展大量的论证和试验验证工作，还需要提交提案、接受国际评估等等。卢洪阳带着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找差距、补短板，自己要练好内功，将以前国际会议的视频或音频的一些材料反复的研读推敲，了解这种国际专家各自的一些立场、一些关注点。同时呢，我们呢把北斗系统的所有的这种技术特点，然后一些优势呢把它研究清楚，做好北斗系统在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宣传和推介的这样一个工作。用正式一点的话来形容嘛，叫爱岗敬业。
然后如果用通俗的话讲，叫加班狂。每次我们晚上下班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员工走完了，卢总那个屋的灯还亮着。仅仅几年的时间，卢洪洋带领北斗国际化团队就构建起了基于北斗国际搜救和短报文通信的我国自主可控的卫星搜救体系，可以为全球航空、航海及陆地用户提供公益性遇险报警服务，为全球遇险人员提供北斗守护中国方案。目前团队正抓紧开展反向链路确认功能的相关测试工作，一旦成功，将成为国际搜救卫星组织的新标准，可为全球遇险求救者反馈报警信息，为救援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做的事情在国内它是一个无人区，没有人做过，甚至于在整个国际上它都是没有太多的参考跟借鉴价值，它就认准了我们做的事情它对国家有利，对北斗系统，对交通运输行业有利，就一直坚定地带领着我们走下去。北斗系统呢，在不断地升级完善建设，逐步地拓展到行业公众，现在呢要拓展到全球，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我想这也是所有北斗人的北斗梦。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的技术变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不变的是每一个奋斗者的创业热情和人生梦想，他们让自己的努力变得更有价值，也让我们生活的时代更加充满活力。